中枪，蹲着，快进去！你还有你，伟腾，什么？小子，站住！她是你女朋友吧？啊，把里边的人放了，我就把她放了，要不然我就打死她！里边的人出来！陈一龙，把面具摘了，站住！当心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把我的人放了，你要是动一动，我就打死你！别开枪！你没事吧，所长？没事。小子，把这女的放了，我来给你做人质，怎么样？好，那你背着身过来。啊！给我少花招啊！不能去！过来，慢点。住着！你说话的算话啊！老大。你去哪儿？放了，不然我就打死他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数三个数，咱们就放人，要不然咱们就一起开枪。说话算话。伟涛，开枪！我开始数了啊，一。二，别管我。三，你怎么骗我？所长，好了，好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赶紧去。马上集合，咱们所让流氓给端了。他妈的，这破枪关键时候卡壳了。你去找文哥，这里的事情我来摆平。没有相同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吴梦此时的恐惧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本来应该留下来陪他，可是外面准备行动的声音让我坐立不安。我觉得作为一名刑警，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退缩，无论什么理由。来，好听话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个。别哭。
裤不是有我的吗？啊！他们去抓陈一龙了，我也得去，对不对？所里有人值班，你怕什么？一会儿我就回来，啊！在这休息一会儿，睡一觉就好了啊！马上我就回来。记住，派出所的事打死都不能承认。如果他们来搜查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如果他们要抓人，也不能叫他们抓得太顺溜，太顺溜就假了。你们可以喊，可以叫，可以骂，最好是让他们动手打你们，但是警察不能受伤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把这个厂子彻底的检查一遍，一把匕首都不能留。如果你们谁被抓进去了，就咬着牙给我挺着，三天之内我保你们出来。要是有人问起陈总的话，你们就说叫文哥找去吃饭了，时间大约在5:30左右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各就各位。陈总几点走的？5:30。那是一次复仇行动，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心中都升腾着复仇的火焰。直到今天，我也从未认为那次行动有什么不妥。你们俩守着后门。流氓竟敢打警察、砸派出所，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是任何一个警察都无法容忍的。我们的行为只是一次正常反应。是，走。公安局吗？我是豹子夜总会啊，我们这儿来了十几个人，穿着警察的衣服，把厂子给砸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请你们过来。局长，把这记者铐起来，跪下。你们俩到里边坐一坐，把腿分开。我残疾。啊，抓过来。陈一龙，5:30左右走了。5:30？胡说八道。不胡说八道。上哪儿了？找他哥吃饭去了。大概一个这么高左右，到头俩人没见着。我们这儿就没有这么高左右的人。你能不能老实点？我说的都是老实话。不说是吧？有你实话的地方。走走走。废话，你们谁最后出来把门带上
都走遍了，什么都没搜到。连个凶器也没有？没有，就连这么长水果刀都没查出来。所长，你看那几个人怎么办？带我去。是，走。下警察砸场子！哎呀，警察砸场子！谁报警？我报的警。是这样，我们正在照常营业，这帮人来了以后，既没有搜查令，又没有逮捕令，他们就随便抓。你少啰嗦！行了，问什么说什么。啊，这帮子都在派出所呢。我没有，还有法律抓我！没有抓我！没有抓我！没有！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乱抓人？好吧，找他。走走走走走。小周，坐我车走吧。啊，我有自行车。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。